这里是 Porto Ranch 的 Coast 户型，五房五点五卫，5147尺，三车库，双开门，入户门。现在是挑空的空间，好宽的楼梯上二楼。储藏间，半卫，通向其中一个车库的门。一楼的套房，这是 Dan 书房，这儿做了一个艺术空间，是透明的。客厅，餐厅，厨房，正餐厅，储藏间，去院子看看。BBQ 烧烤，泳池 ，SPA， 还有加州阳光房，以及它的城市景、山景。啊，就在这栋房子里，心情好好。去二楼。是主卧，哇，好大的空间！进去看看主浴，衣帽间，眺望一下远方山景，二楼的景色还更好一些。这里有三个小空间，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大空间。这是一套5150尺，五房五点五卫。儿童房。第一个次卧，洗衣房，第二个次卧，全卫洗手间。继续往前走，第三个次卧，全卫洗手间。